这不是我弟，看姐给你个惊喜。哎呀，认错人了。你谁呀？不好意思，我是绊到你了吗？盲人，没关系，你小心点。救命啊！脚趾抠。你好，我来办入职。这不是我昨天偷的山羊吗？他是我老板。又见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眼睛看不见，请问您认识我吗？哎呦，谁把这个盲人招进来的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总裁，我这就把他赶走。哎，别呀。公司不歧视盲人，张志奇，安心在这儿工作，底薪多给他加2000。谢谢总裁。臭瞎子，你给我等着，多的是招数整你。宝，你干嘛抢母鱼啊？今天装盲人还被老板加了工资，我怕做了亏心事有损功德。爸，把多出来的钱都捐给村里做好事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我怎么没想现在就捐？你换新手机了？苹果15 Pro Max， 你背着我发财了？太看得起我了，发财我还发晕呢。我这是在左下角游戏里边免费领的。左下角游戏？你之前借我玩的那个？你不会现在还没下载那个游戏吧？这免费的多香啊！没想到真领到了。我觉得吧，你把这个捐给我，功德加倍。这下手。没想到你看不见，打字还这么快。无他，为首熟耳。哼，敢在总裁面前出风头，看我整死你！等会儿就让你屁股开花，看你怎么勾引总裁。以为我看不到，真是给爷气笑了。炸死你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吊嗓呢。怎么回事？我仙人掌啊！江十七，你想死啊你？怎么回事？总裁，江十七他整我。刚才这盆仙人掌明明在他的凳子上的，现在他……你放在我这里干什么呀？不会是想杀我吧？不是，我这么闲是吧？十七，你的工作都交给他来完成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到了。十七，我左下角游戏领的苹果15真领到了。我带的，你必须能领到啊！还有那个华为 Mate 60 Pro， 你别忘了领。拜拜。什么游戏啊？能领手机？就这个呀，我玩的这个游戏刚领到了华为 Mate 60 Pro， 不但我自己领，我还帮好多人都领到了。那而且我左下角现在是高倍经验值，下载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页面了。你倒是挺热心助人的，不过盲人也能玩游戏吗？谁说盲人不能玩游戏？你别忘了，我还有0.4的视力呢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家玩游戏去。嗯，有水。咋办呀？老板对我这么好，他要是知道我骗他，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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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了，我明天上班就坦白。瞎了你别出门啊！真的给大家添麻烦。哎，说谁呢你？我可是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啊！你搁这占用盲道，你真没素！关你屁事儿！你再狗家，我给你拍了，放网上去。好啊，江十七，你装瞎，看我不戳穿你！总裁，你看江十七根本就是装瞎，他一直在博取您的同情。我可是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啊！总裁，我错了。你见义勇为，做得好。啊，总裁，他可是骗了你。没有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原来是装瞎啊。那你为啥不揭穿我呢？因为你演戏的样子很可爱。